最后一句话一样，要好好记住我们的 Mr 的意思，对不对 ，Alan？ 观众应该有听清楚喽。对。哦，刚刚这个听得非常的过瘾，你看越来越多人哦，从我们这个一楼走到二楼来看我们的 Mr 乐队，这个今天来这个现场演出，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刚刚有人说，哎，我好喜欢这首歌，怎么办？买不到。我后来发现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版本是里面有送五首粤语歌曲的这一个版本，假设你想要把刚刚那个想太多的歌曲带回去的话，五大唱片现场可以购买，待会也可以给我们签名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。然后对。没有。我想说让你擦汗一下。还有就是台湾的版本跟香港的不同的。对，那等一下呢？这个快乐时光过得很快，我们要准备到最后这一首歌曲了。所以啊，台下的朋友，如果说你想要签名的话，等一下在五大唱片我们现场购买可以上来签名。最后这一首歌啊，是不是要请我们 Mr. 乐团跟大家讲一下？就是说，有什么样的歌曲想跟台湾的歌迷分享？其实我们去年就是准备这个国语专辑的时间呢，然后其实我们都经过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吵架吗？还是真的吗？你们感情感觉好像其实我们在台北吵架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在台中和好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因为我们觉得，其实我们五个人就是很简单的。其实 Mr. 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五个人都是平凡人。嗯哼。对。然后我们平凡人都可以做到一些不平凡的事情，比如说我们就是。地下乐团的时候没有想过我们有机会发片。对呀、啊、那时候根本没想过，对不对？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五个人其实就是很爱和平、哦、所以就是在去年时候 Alan 写了一首歌，写了一首歌就是叫爱与和平，所以也代表了我们 Mr. 乐团，其实他们在吵架的过程又和解，又产生许多的创作作品。那这些作品呢，都是你们的心血结晶，也希望台湾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。那今天我们台中这一场这个宝岛巡回签唱的部分，最后这一首歌带来的是《爱与和平》，待会要为现场的朋友签名。那你知道哦，台上的朋友很可爱，你只要叫他举手或跟你们拍子，他就会跟着你们哦。所以请我们台上的团员也帮忙带领一下下。对啊，如果我不举手，你们就不举手。真的哦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刚刚也发现，我还帮忙举手一下。我们要多一点爱，对吗？对，多一点和平。对，多点爱，多点和平。所以送给大家爱与和平。